to me. 杀不尽天下知己，凭托起半世日记。舍却我，舍却我，舍却我唱不知己。成为千古一帝，出身贫寒的赵姬何以成为一代艳后？嬴政的父王和兄弟又何以先后毙命？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，他就是执掌秦国大权12年之久的一代名相吕不韦。公元前261年。年轻的魏国大商人吕不韦来到适逢淫靡的赵国都城邯郸，由此展开了他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。鬼地方呢，夏莲姐姐一身红妆太显眼了吧，我看那些男人呐都是看你的。你胡说。我的傻闺女，你就别吵了，都是你们这四朵金花把他们的眼睛都给照花了。妈妈，我是人老珠黄了，让人家看人家都不看喽。妈妈你别说人老珠黄，
这颗叫浩兰的夜明珠不就是越老越值钱吗？夏莲就是会说话。诸位宾客，邯郸城每年一届的易货盛会现在击鼓开张。首先出场的是一位自卖自身的女子，这名女子名叫云江，是赵国沙丘人，因父兄充军，老娘病死，愿自卖自身，用以葬母。就玉玉，最上面那个包厢，请问公子在何处得意啊？连我吕不韦都不认识啊！全邯郸城的玄色暗花织锦，全是从我手上出的货。啊，原来是个商人，商人请下大池，先交十个刀币。我出100刀币，就要上到包厢。你出1000也不行，愚蠢吗？送到手里的钱都不要？看来你不是赵国人。不懂规矩，商人只能在下面的易货池里。什么狗屁规矩！叫你们直直出来！来，好狗不挡道！公孙将军还没签名呢吧？我没那个雅兴，你替我写上公孙杰。嗯，将军的钱是不是金钱的钱呢？什么？混蛋！你把老子看成奸商了？老子是公孙钱的钱。姑娘，抬起头来，啊，啊，王孙，这姑娘模样长得挺俊的，标价也算合适。哎，你看我买回去做小妾如何？啊，哼，只怕你的老婆不会饶了你吧？哎，王孙，你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。丞相大人，平言听到。这姑娘模样不俗，我就把她买下凑成5朵金花吧。好啊，好啊。妈妈，现在战乱，我们都怕连累妈妈呢。断事我才好发财呀！32钱，我要了。轻点，再赚我的头都掉了。33钱。50钱。野小子，懂不懂规矩？一个乡下丫头竟敢开价50钱，你这是故意跟老娘过不去。55钱，喊！你们再往高喊，有本事喊100钱。这位将军出100钱。啊，没喊没喊，我说话不算数。这位将军说话不算数。退回到55钱，55钱一次。哎，你们看，下面的公子好像看上咱们夏莲了。55钱，3次，60钱。谁也不能理这个破商人。61钱。我出100钱。奸商，老娘懒得跟你斗。走，回去，不看了。妈妈，那颗浩兰还没拿出来呢。我说不看就不看了，你还让我在这儿丢人现眼啊？这位商人，云江姑娘归你了。知道了。
位宾客，请把脚跟站稳了。有拐的拄拐，有杖的倚杖。你若多病了呢，找个地方坐稳。近来传闻甚广的皓蓝夜明珠，就在这个盒子里。在易货之前，我先把盒子打开，诸位敬请上前观赏，一睹它的风采。丞相，秦军逼近我边境重镇，你看该怎么办？哎，我是来买皓蓝的，你先别跟我打岔。传好几百年了，是什么人有这么大本事把它弄到手啊？哎，那个问话的年轻人是谁呀？啊，丁丞相，那个人就是近来在邯郸城搞得沸沸扬扬的魏国商人吕不韦。哎，此人腰缠万贯，财大气粗，一掷千金不在话下。出来邯郸，便在生意场上频频。好像听说过，我们整整用了五年才找到那座大山，可是刚爬到冰雪山腰，忽然狂风骤起，暴雪弥漫，不到一个时辰，一行十一人只剩下我等二人，遭此劫难，顿时大汗淋漓呀。哎，暴雪之中也能出汗吗？是出汗，我现在想起来还直冒冷汗呢。暴雪确实可怕，后来我们终于在一座冰洞里找到了那对男女。皓蓝公主漂亮吗？我实在不能诋毁仙人，只看见两具冰冻干尸而已啊。透过他们衣着残片的质地，我便确定了这两位相拥而亡的恋人，一个是皓蓝公主，另一个便是那位武将，四只手紧紧抱住这颗夜明珠。真情所至，至死不渝，可歌可泣。我们两个人着实费了许多功夫才把那个珠宝取下，绝未伤及二位仙人的一根一骨。宾客中若有质疑者，即可前往祁连雪峰之巅查看。传奇之事不可全信啊，不过细观此人也不像奸诈之徒。叫他们把珠子送上来我看看。现在我宣布宝珠易货开始，起价200。坐上面那位是何人呢？这你都不知道？他是咱赵国的丞相啊，平原君赵胜啊。内藏是固定给他的，他即便不来也得控账。丞相，是夜明珠吗？夜明珠倒是颗夜明珠，但是不是周天子的那颗皓蓝还很难说，先听他们喊喊价再说吧。250斤。280斤。280斤。看见没有啊，这么贵的东西也得大不大？就是料嘛。看清楚了，300斤。我出310斤。330斤。这位商人出330斤。330斤一次。我这是500。500斤。500斤。这位公子出价
次，两次，五百斤，二次。丞相，已经是五百斤二次了，您看，开个六百斤吧。是。平原君开价六百斤。平原君开出了六百斤的高价，这是平原君呐，就是有气魄。哎，你们秦国人有吗？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看不见。六百斤一次，六百斤二次。平原君都是一百，看来宝珠不会有假。这是如此名贵，谁敢收藏啊？你以为平原君是喜欢这颗珠子啊？他要的是这份名声。六百斤，三次。一千斤。一千斤，我没听错。青云公子，尊姓大名啊？本人吕不韦。吕不韦公子，出价一千斤。我还有谁呢？一千斤一次。丞相，一千斤二次。你怎么还不说话呀？回府。一千斤三次。吕公子，恭喜你购得了宝珠啊。来来，诸位宾客，我吕不韦今日有幸购得宝珠，全凭诸位承让，我不胜感激啊。请问这位吕公子是何方人士，竟如此豪爽？在下吕不韦是魏国人，初来赵国经商，还望大家多多包涵。多谢吕公子慷慨解囊，才使我倾家荡产六年的冒险得到了丰厚的回报。你理应得到回报。若司空先生不嫌弃的话，可否屈尊为我管家理财呀？在下求之不得啊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哎哎！公子，你的衣服全让我糟蹋了，湿的都泥出水来了，可把我吓坏了。汗出多了好，排毒养颜啊。养颜是你们姑娘家的事儿，快拿出去洗吧。是公子。你的要不要洗啊？我帮你脱了。我又没出汗，快去洗了。是公子。没想到易货场的守卫如此的厉害呀。司空马，你负责去把张书生和刘元厚葬一下，给他们家属以优厚抚恤。我真不该多此一举，雇他们两人来抢夜明珠啊。
四公马，你刚才的表演很不错，只是最后一句不像话。啊？嗯。什么叫在下求之不得呀？你应该说，容我考虑考虑。公子，我能支撑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咱们撒谎也太过分了吧？这就叫弥天大谎。要想干成大事，先要敢于欺天下。要是那颗真的浩兰万一再出来可怎么办呢？假作真时真亦假，即使有一天那颗真的浩兰出来了，它也就自然变成假的了。这倒也是啊，可这个珠子毕竟是我只花了100钱从一个渔夫手里买来的，你就不后怕吗？我从来就不后怕，可这颗珠子现在的价值就远不止1000斤了。本来说好带你们去看夜明珠的，偏偏碰上个小奸商给我捣乱。那个，他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哦，他叫吕不韦，是魏国人。哦，不是那个大魏国，是中原那个小魏国。一个小国人也敢跟我争，明天让大王去把那小国给我灭了。听说邯郸城有70%的盐、40%的粮都是他供的，就连夫人您身上穿的这种上好的衣料也是他弄来的。呸！他还成了人物了，我非出出这口恶气不可。哎呀，这夫人一大早就这么忙啊？啊？哎。哦，像你这么标致的女人，嫁给谁都不会让你干这粗活啊。为何偏要守着这个落难的王孙呢？啊？哎呀，真让人心疼啊。你这个小贱人，你竟敢！泼水你也不看看后门有没有人，这女人呢就是女人。怎么了？她干什么了？你的眼睛瞎了吗，影艺人？这种日子我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你怎么又要找事儿啊？我就是要找事儿。别人调戏你的夫人你不管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一定要走的。那你走了我怎么办？怎么好歹也是患难夫妻吧。哎，我可从来没有说过要跟你共患难，既然你不知好歹，也别怪我无情无义了。你这个刁女人怎能说出这种话？你这不是落井下石吗？我赢一人虽说眼下时运不济，可我毕竟还是个秦国的王孙。王孙？你算什么王孙？连家奴都不如。可我身上流的是王室的血，他就是高贵。你瞧不起我，我就滚蛋。站住！走啊！怎么不走了？你怎么了？还不是让你给气的，怕不是我有了身孕了吧？放屁！吃得住狗食，哪会有身孕？啊，您慢走。啊，二位，您里边请。哟。这不是吕不韦吕大公子吗？今天我可见着大商人了。商人不就是买来卖去的吗？这么贵重的珠子你买回去，你睡得着觉吗？少废话，叫你们老板来。哟，哪只狗在门口叫呢？哎呦，这不是小魏国的大商人吗？我这儿可不是易货场，乱七八糟的人都能随便进。你我都是买卖人，我就是来见一个姑娘。姑娘？姑娘不是让你买回家去了吗？
你钱多呀，哄抬市价呀。我这儿啊，姑娘有的是。出什么价？我就想见一个，就是一货场上穿红衣裳那个。眼头不低呀。我们夏莲姑娘还没破身呢，怎么能随便见你这种池子里的人呢？我吕不韦走遍天下，还头一回听说你这店里的姑娘白养着不见客的，夫人怕不是店大欺客吧？过奖了，你客大，我店小，不过这小呢也有小的规矩，要想见夏莲可以，先进我这道门。夫人，你觉得你这姿势好看吗？好看不好看呢，你自己看着办。你要不想进呢，就走人，没人请你来。夫人，开价吧。我怎么出价啊？少了我对不起夏莲姑娘，多了我怕你出不起这个价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尽管开价吧。那就一块金饼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哎呦，吕公子啊，我刚才忘了告诉你了，这一块金饼啊，就只能让夏莲给你跳个舞。要是你想点个卯、泡个澡什么的，那恐怕连一座金山也不行哦。啊，我今天才领教了什么叫奸商。彼此彼此，大茶壶备房。哎。跳累了，到此为止。夏莲，回去歇着去。是妈妈。啊，夫人，我想请夏莲姑娘喝一杯，陪我随便聊聊。行啊，再加两块金饼。李公子如此爽快，那就让我女儿再受回累吧。夏莲呐，你就陪吕公子聊聊吧。是吗？公子请。你们聊吧，我多余了。不过吕公子，咱们丑话可说在前头，仅限于喝点酒聊聊天儿。你要是有什么非分的举动，那可绝对不行。你是大商人，我这也不是小店，让我女儿陪你这种商人聊天，已经是开恩了。你说完了没有？完了完了，就聊聊天啊。妈妈放心，女儿明白。沙漏计时。
赎出去。真的吗？除非你不愿意。你愿意了，我现在就带你走。只怕妈妈不会放我的。妈妈，不就那老鸨吗？小声点，公子不知道，我是个孤儿，七岁那年差点冻死在路上，是妈妈把我接回陈香阁，从此我就……救命之恩，我替你报答。你现在只需要说一句，你愿意跟我走。我现在就去找那个老鸨，随他开价。公子千万不敢，弄不好连性命都得搭上。没有我不敢做，没有我做不成的。只要你愿意，不说话也行。你给我点个头。嗯。你一个小小的魏国奸商，还想在老娘的头上拉屎？你也不看看我是谁？偷窥之徒才是奸商。公平议价，金山银山你随便开吧。呸！你还敢提要人？啊！你要取我的眼珠子，老娘就取你的狗命！听清楚了，这人我是要定了，而且你还别想得到一个钱。把这个奸商给我扔出去！是，走，走，跟走，出去，出去，走，走。咱们走着瞧。林江，我把你买回来，你就是自家人了。以后不该听的不听，不该讲的不讲，这是规矩，懂吗？奴婢明白。要不是公子，我只怕已被沉香阁的老鸨买走了，那我不就沦为那些娼妓了吗？林江，你的嘴真够厉害的。我告诉你，说不定我哪天就娶个娼妓回来。公子说笑呢，那种人怎么能配得上公子这样的大商人？娼妓的包厢里，商人在池子里。我跟公子一样，也在池子里。秦赵边境又有战事了。是，哎呀，这不是吕商人吗？哎，不对，应该是吕大商人。哎，二位是？啊，我们都是平原郡的门客。听说你吕大商人把本该属于平原郡的夜明珠给弄走了，佩服，想让你请我们大家喝一杯。舍得吗？这个酒来倒着。哦，既然是平原郡的门客，吕某不胜荣幸。哎呀，你们这帮家伙，把我一人丢在府里，到此饮酒作乐，真不够朋友啊！哎，这位壮士是？啊，他呀，他也是平原郡的门客，姓烙名矮。哎，练就一身房中绝技，邯郸城中只要一报烙矮的大名，所有人家先把妻妾藏好。老壮士，何不一起坐下喝杯酒啊？来来，倒上倒上。哎，谁掏酒钱？不够。哎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吕不韦，吕大商人。哎，有他在，还用你掏钱吗？哦，来，你就是花了1000斤买珠子的吕公子。嗯，这酒我得喝。吕公子啊，我烙矮只要有酒喝，
绝不跟他们一般计较。来，来来来来。平原君进来可好啊？啊，听说丞相明日要邯郸城的达官贵人一起前往易货场，为抵御秦军募捐。吕公子如此有钱，何不也为赵国捐出一些？积德行善嘛。是啊。向大人，请你过去一下。哦。请。在下吕不韦拜见丞相大人。啊，免礼。谢丞相，吕公子如此慷慨，令本人敬佩不已啊。嗯，丞相言重了。在下虽为一介商人，却常受赵国庇护。如今赵国有难，我岂能袖手旁观？捐些钱财也是理所应当的。此次秦军大举进犯，连续攻我三城，大批难民将不断涌入邯郸，钱粮短缺啊。赵国若能多一些吕公子这样的人，秦国虽说强大，又有何惧啊？啊！承蒙夸奖，不胜荣幸。但在下与丞相有不同之见，请讲。在下少年经商，游历天下，所到之处，人们都在传颂着丞相的美名。如今落户邯郸，更是亲眼目睹丞相大人日理万机，清廉勤政，虚怀若谷，礼贤下士。在下一个普通的商人，即便倾囊而出，也不过是杯水车薪。在下以为，赵国缺的恰恰是丞相大人这样匡扶社稷、高风亮节之人。你愿意做我的门客吗？丞相如此厚爱，在下深以为荣。但在下以经商为生，四处游荡，若做了丞相的门客，恐怕会玷污丞相四公子之首的美名，恕在下不能从命。拒绝做我的门客，你尚属首例，以你的精明才干，封你为赵国大夫也不为过。好，拿着我的玉佩，日后有事便可直接来找我，不必通禀。谢丞相。怎么样？你看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再高点。对，来，两个又，你看怎么样？行吗？高一点就行了。行吗？往这边点。哎，往这边点。来，哎，往这边。有惊无险。哎，这灯笼一挂，就算有个家了。对，我看应该啊，把整个门楼都鎏金，那才气派。四公马，你记住，实用是最重要的，永远不要摆阔气。公子搬进了新宅，也的确缺个女主人。你既然喜欢夏莲姑娘，何不把她买进府来？那个老鸨奸诈无比，还雇着一帮打手。哼！这个刁婆子最可恶，她欺负咱们商人没有地位。要是换上达官贵人，我看她巴结还来不及呢。对呀，这话倒提醒我了。公子，快吃吧。夫人。韩露，夫人，韩露，韩露，夫人，一大早你瞎叫唤什么呀？你烦不烦？我夫人不见了，你看见了吗？你夫人，你夫人又不跟我睡觉，我怎么知道？
前屋后都找遍了，他能去哪儿呢？你干什么？好啊你！你竟敢翻我的屋子！我想看看韩罗是不是藏在这里啊？我明白了，你是想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？一大早你抓奸来了你！将军玩笑不得，我哪敢抓你的奸呢？我这不是急了吗？不必解释，这个屎盆子我带定了，今天晚上你就把夫人给我送过来，我不能白求冤枉。哎呀，将军你弄错了，是韩罗这个贱妇抛弃了我。韩罗，站住！你们有没有看见我夫人出去？谁见着了？你说，他是不是跟你说过他要跑？说是说过，我以为是说气话呢。哼，我明白了。你们俩是合计好了是不是？胡说八道，是那贱妇自己过不惯苦日子。那你们这不是合谋是什么？你当我听不出来？将军，你说话要注意分寸，赶快派人把我夫人找回来啊！你说话才要注意分寸呢，我当然要把他抓回来。来人，在。你立即带人给我封住城门，四处查找，一定要把他给我抓回来。是。你跟我回去，走。你这是干什么？王孙，本官都有得罪了，王命在身，不得不把你锁住。你要是逃了，本官也就没命了。你胡说，我怎么会逃呢？自打来到赵国，我一次也没逃过。你是没逃过。你逃一次，本官也就没命了。连年战事，连年加税，如果再加，百姓们就会怨声载道，不战自乱了。在下所指加大赋税的范围，仅限于博彩酒楼、娼寮妓馆之类场所。你接着讲。这类场所中年财源不断，谋取暴利，如今国家有难，他们理当加倍赋税。如果此计可行，就可以缓解燃眉之急。好，是条好计，只是以你的眼光来看，这税加多少才合适呢？十倍。大夫，等，等等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接到税令了吗？哪有这样收税的嘛？那比平常多了十倍呀！交不起。平原君有令，这次税收就是要收的你们倾家荡产。抄。是是。情深深无底，以爱的深。